看看新闻网。让我们欢迎情战剧组，该片由庞红制片，吴卫东执导，韩国小姐孙太英，首席男模胡兵携手施燕飞、艾星共同出演。这部电影是取景于上海、云南两地，是一部爱情喜剧电影。主演孙太英呢，是顶着韩国小姐的光环，曾出演韩剧《纯洁的爱》《百万朵玫瑰》为观众所知。那么主演胡兵呢，除了他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模特之外呢，他还是赛艇运动员出身。那么他的电影作品呢，有《爱情中转站》《谁动了我的梦想》等等。是的，那主演施燕飞拥有1/8的俄罗斯血统，是一个中国女孩，曾经被选为好莱坞魔幻片《人鱼帝国》的女主角。欢迎各位。